就是讲到就是直接做那个蒙，这个是 sub 哈、哦，所以 sub 把它输入，然后呢 function 哈、哦、，function 特别注意是插入函数才能执行它啊，所以有两个，一个是手机范围，刚刚讲到，那除了这些应用之外的话哈、哦、，app 还有哪些应用呢？其实哈、哦、还蛮常用到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就是同学会问到一个问题说。老师，那这个地方哈、哦，有些像 VBA 里面的 sales 啦，或者是这个什么呢？这个 format 啦，这个函数我也不知道啊。那如果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可能也不知道 VBA 里面有哪些函数，但是我还是可以得到做出像那个按钮，可以一键也可以自动输出我要的结果。哦，哎，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用待会要讲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呢哈。假设工作上面已经有写的这个，已经有写了一些公式在这边，啊，已经有把它解决问题了。可是如果假设你希望把这个公式可以跟 VBA 做完美的结合，好，也就是说你已经写好了嘛。那如果我想说，我以后呢就不要重打，反正呢，我希望能够类似像刚刚一样，执行一个回圈，自动帮我把公式丢到这个储存格，并且执行哦。刚刚 VBA 是丢过来的东西，是最后的结果，也就在 VBA 里面执，就是把它串接完之后再丢过来。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说，哎，我不要，我可以不用串接，那我直接怎么样？我直接就是丢一个公式过来，哎，也可以把结果给显示的话，哎，那会更简单，好，因为我不用去想 VBA 里面有哪一些函数可以做到哈。那所以呢，也许啦。你可以再把底下的工作表哈，哎，再复制一个好了，好，也许我们再做另外练习，就是说呢，在VBA 输出公式，好，所以这边假设啦，我在拖拉的时候按 Ctrl 键哦，复制那个工作表，然后这边的话呢，也许把它改成叫公式好了哈，就是说我今天呢，假设我今天是一键按下去让它输出公式的话，那要怎么做哦？特别就要一样是切到 Visual Basic。二的话呢，我就直接拿这个来改哈，就是门号好，然后直接把它复制好了，就是 sub 到 end sub，然后把它贴到下面哈。那我要输出的就不是后面的这一串哦，原来是这一串嘛，然后把它改成叫门号，名称不要一样哦，所以 sub 的名称一样，我把它改成叫门号哦，底线公式好了。那这个跟上面有什么差别呢？首先方法一。请你先把我跑回圈嘛，把这个最后串接完的东西丢到什么？丢到 I 列的一栏里面。哎，一栏在这里啊，所以从四一直往下丢。可是呢，我如果今天要丢的东西不是最后的那个，就是 VBA 帮我串接的结果，而是一个公式的话，那我要怎么做哈？所以特别注意哦，第一个呢，请你哈一定还是要把那个回圈先写出来。OK，啊，回圈的话呢，当然有点像跟那个清除哦是一样的，留下一个什么，留下一个空间。不过你如果现在执行的话，它会变成清除啦。可是我们不是要清除，我们是要把公式放在这里面哦。那我们的公式哦，之前也用到的就是那个，用 test 帮我串接这些公式。那理论上哦，当然你是要把它复制，复制之后的话呢，贴到那个双引号里面。不过呢，特别注意哦，你要贴到那个双引号里面的话，你要注意两件事情，基本上就是两件事情。你注意到的话，以后呢，你写好的公式就可以跟 VBA 好、哦、完美的这个哈、哦、无缝的结合在一起了。能哪两个地方哦？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哦，就是如果里面公式里面呢，假如有双引号的话，有没有这个双引号哦？因为呢，在 Excel 的公式里面有用到双引号，可是呢，在 VBA 里面呢也有用到双引号。那如果你现在把它的公式贴到这边来的话，它会没有办法分辨说，到底你这个双引号是里面的双引号，还是将来你输出到储存格里面的双引号。好，那、啊、怎么办呢？如果你现在把它贴过来，你会发现它会出错。为什么？因为它搞不清楚，哇，你太多双引号了。那这个双引号在 VBA 里面是一个自串的头跟自串的尾，它分不出来，所以怎么办呢？所以请记得哦，你要贴上之前哦，请记得就是说，
它原来公式里面的这些双引号，你要再贴上之前，请你把它改成两个双引号，就是说呢，要把它做区隔，也就是里面的，好、哦，这个公式里面的那个双引号哦，你要预先把它变两个，那怎么样把它变两个？以前我做法是贴上之后，然后再慢慢改两个，也看到两个，这样没有？哎，然后看到这边要变两个，不过哦，你会发现。 这样是也OK啦，不过里面好像我只有算过，总共有十个双引号，那、啊、常常就是说哈、哦，怎么样，人总是会闪神，然后呢就漏掉其中一个。如果你漏掉其中，而且有的时候哦，特别重要，你一直改，最后记得哦，最后这个不能再加一个，变又这个就又错了，有没有？应该懂我的意思吧？它原来的哦，原来的应该是就是。 VBA 本身这两个是它原来的，啊，你贴过来这个里面这边的所有的双引号都要变两个哦。好，那这个部分的话不能错哦，啊，所以哈、哦，后来以前我是慢慢改了，不过后来我发现这样好像实在非常容易做错，所以后来我想了一招，尽量避免错误的方法，应该各位都知道记事本吧？好、哦，记事本。 或者你从那个你的那个什么这个里面去找一下啦，找那个附属用程式吧，里面会有个叫记事本的东西。那你可以怎么样？有一招我觉得应该会简单多了，就是你把这个公式贴过来，做一件事情，它就可以变两个了。哎，对嘛？用取代。后来我发现这个方法应该比较简单，一个变成两个，这样比较好了。 啊，这边取代完之后有没有？你再把它怎么样贴到那边去，就不会出错了。哦，而且这个方法哦，几乎哦屡试不爽，再长的公式也都不会错。好，不然以前的话哦，很长的公式哦，哇，光找那个双引号的位置哦，哇，就找半天了。啊，这个方法哦，是后来想出来更简便的方法。哦，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哈，我们就取代完，应该取代没问题啦。反正取代的话。 哦，啊，你不一定用记事本啊，你用 Word 也可以啊，Word 里面有取代啦、啊，反正只要是一个文字的编辑器就 OK 了，一个变两个啊，复制贴过去，好，所以这边的话把它复制了，再来就贴到这个算号里面，这样就 OK 了。好啊，这样的话呢，就已经达到我们要的这个需求第一个，所以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了，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哦。做完之后的话，哈。 接下来我来把它执行，这边 sub 嘛，哈，所以上面的执行，哎，各位有没有发现？哦，已经输出了，而且应该是没有问题，输出了。但是呢，第一个 OK， 但是第二个呢？哎，奇怪，怎么还是一样呢？第三个还是一样，为什么？主要原因是因为哈，我们的公式里面有没有发现？因为都是4嘛，所以你丢过去的话呢？ 那全部都是一样的公式，有没有？那理论上应该怎么样？下一个应该这个4要变5，所以这边里面有4个4。那也就是说呢，哈，我如果要把公式输出到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话，哈，我必须再做第二件事，就是 VBA 啊里面的话，哈，要修改第二个地方，就是这个4的部分。 那特别注意哦，因为目前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字串，如果你要把 i 放进来的话，你必须要先把字串切开来，把它摆中间。好 ，OK， 这个概念可能有些同学没有啦，所以你可能要慢慢再思考一下。目前的话呢，是一个完整，就是这个是字串的头，文字啦，啊，也叫文字啊，这尾。那如果你要把这个 i 放进来的话，请记得哦。 就是要拿 i 取代这个4，你不能说直接打一个 i 进来，这样的话它会出错，因为你这样输出它就 fi 了，它不会变啊、哦。如果你要让它变的话，记得哦，一，请你把这个4选起来，然后呢直接输入两个双引号，两个双引号的意思就是说把原来这个字串哈、哦，把它切成两半，这个是前面一半，这个是后面一半，那中间呢要串一个什么？串一个 i， 所以串的话用 and。 好，然后把 i 放进来，这样的话 OK 了。那 and 符号呢 ？VBA 哈、哦、要加空白 ，OK 加这样哈、哦。好
对有些同学来说是可能会是一个障碍，但是很抱歉哦，以后这个东西会经常性的出现，所以如果你将来要把 VBA 写好哦，这一部分如果你不熟哦，以后你会有很多障碍。为什么？因为很多地方就是要在字串里面要做变化，那你变化一定会有部分是变数，有部分是原来的字串，所以你要怎么样？好，学会把什么呢？把那个一个变数放在字串里面。那我再做一遍，你会看到一把四选起来啊。不过如果你暂时还无法理解，没关系，你可以背口诀，口诀更简单。那你就双引号乘二移到中间，and 乘二移到中间，再加一个 i 不就好了？好，然后再来就把什么呢？and 前后变加空白。所以如果你暂时不太明白的话，你就可以先背口诀。好，我再做一次哦。双引号两个移中间，and 两个移中间，补一个 i，这样子啊。因为呢，VBA 里面的 and 一定要空白，所以你就把它空白。好，做完了，所以会有三个嘛，这边一个，有没有？这边一个，两个，有没有？这边三个，OK，不过你们现在应该不太熟。没办法这么快就看到了，因为你们眼睛还没打开，你们那个应该要程式的眼睛，没办法看出，所以写久了你就很快就看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VBA 这，如果你会这个专业的，你就会马上就知道该怎么改了。程式就是其实就是不困难不多，但是改对了就 OK 一次就完成了，但是如果不会哦，改100次还是在那边乱改，所以我是建议就是。做对的事情做一次就好了。OK，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怎么样？再 run 一下看 OK 哦，所以哦一样哦，把这边再执行一下，输出，发生错误了，这个始料未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这边哪边有错呢？其实有的时候与其找那个错误不如重新再来。因为理论上应该是不会错了我们一哦，特别是要双引号嘛二的话呢，就是把它的四哦，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and 两个i 对不对？这边空白。那因为有后面有另外两，所以我有时候还一个更快，这个把它复制贴上去，这样也 OK。移开看看，理论上应该这样 OK，来试一下那理论上改完之后，让它跑一下，OK。那至于刚刚哪里错反正先不研究好了因为有的时候说真的，程式为什么会写错？因为就是一边写程式一边讲话就容易出错。那因为我们上课一边要跟各位讲说怎么做啦，有时候没办法放慢动作啦就像你跟那个武林高手讲说，你打得很厉害，你可以慢动作，让我看一下你的招式，那不太可能吧？他就是见招拆招吧，他其实是没有招的。OK 那这样执行完之后你可以再把按钮复制。我习惯是把那个按钮复制，再把它贴一个，然后这边的话重新指定它。因为习惯上就是贴的比较快，复制贴一下，重新指定刚刚那个。OK，要把名称再复制一下，把这个按钮改过。好，这样的话呢，清除。原来的方法，各位看一下，里面是串接好的结果丢到储存格里面去。那刚刚的结果呢？有没有发现哦？它里面是丢什么？丢最后的公式。那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丢进去之后，但是你看到的结果基本上如果你不把游标放这边你这样子跟这样子完全看不出来。工作上老板不会。特别去 care 说你怎么做啊？你用什么方法？他 care 是最后你的报表有没有出来了？所以这个方法反正你只要用的顺就 OK 了。这是方法二那我把刚刚的东西一样有在那个云端上有方法一就第一个你给他注意一个双引号改成两个，第二个把那个列号改成 i。至于细节这个是最后完成的程式啦。如果你要。做一模一样，或者你有问题，你可以先拿这个来参考。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来试一下。